如果梯子是长时间放置在居家内部使用，不想要选择银色铝材的款式，推荐这款拥有三种马卡龙色系的实用商品。整体设计采日系精工，稳固不容易摇晃，踏板除了加宽加厚之外，表面还有指滑颗粒，双脚踩踏超安心。把手处采用握感舒适的同色系软胶棉，可避免搬运或放置时刮伤或磨伤家具及墙面。踢脚部分为防滑耐磨橡胶马蹄踢脚，能够紧粘地面，防止使用过程悬空与打滑。卡扣设计有效帮助梯子展开时踏板能够紧扣横梁，增强使用的稳定性与安全性。此外，价格实惠好入手，居家或是小型店面采购使用十分划算。工作上经常会使用到梯子的人一定对于美国小巨人相当熟悉，其梯子种类小至居家修缮清洁，大至户外维修工程，以创新且实用的研发精神造就生活与工作上的便利性。其中这款简洁梯适合8英尺以上的工作高度，材质强度高且耐重性佳，搬运或移动不显笨重，收纳时只需单手就能够轻松折叠。顶端踏台方正舒适好踩踏，长时间站立也不易失去重心，扶手位置还能放置工具或维修时的小零件，无论是居家高处清洁或是营业场所仓库搬货等，都能成为您的好帮手。有些家庭室内装潢采挑高设计，使用的梯子必须高人一等，虽然有些折叠式的梯子高度符合需求，但收纳后摆放在室内显得相当突兀。这款伸缩型的商品除了最高使用高度可达 3.8 米之外，踏阶踩安全扣锁开关，让使用过程安心有保障。此外，梯子关节可调节0、45、90、184种角度，可依照需求调整。踢脚使用防滑耐磨的橡胶材质，保护居家地板不刮伤。虽然梯子整体重量相较于其他商品来的稍微重一些，但使用方式多元，且收纳后不占空间，携带也相当方便，整体来说还是很适合放入口袋名单。这款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家具系铝梯，材质使用轻盈好搬动的铝合金材质，每一踏阶深度达 8.8 厘米，顶端踏板加宽加深，加上马蹄型防滑踢脚，稳定性高，让居家使用更安心。收合方式简易，单手就能够轻易完成，且相当好隐藏收纳于家具间隙。外形简单利落大方，更是荣获日本与德国两项设计大奖，摆放在家中也不会影响装潢美观。想要追求品质与外形兼具的话，是个值得入手的好选择。使用工作梯最害怕遇到狭窄阶梯，上下阶梯时格外没有安全感，这款大踏板设计的商品避免了以上困扰。除了踏板加深让双脚站立更踏实，上面的指滑纹路还能有效防滑，梯身骨干加粗加厚，稳定性佳，不易晃动，加上踢脚的加大指滑套，即使将梯子放在光滑的地面上也可安心使用。此外，梯子通过 SGS 实验室测试，耐重程度达150千克，整体净重仍保持铝制梯的轻盈特质，让女性或年长者使用时都能够轻松移动与收纳，实用性相当理想。来自美国的稳耐主要生产各类型梯子，靠着良好的品质与口碑行销世界各地，在台湾也累积许多使用者的正面评价。旗下这款工作梯外形轻巧、简洁又美观，主打顶端为宽敞大平台的设计，富有安全固定扣锁，且顶端配置有多功能工具盘，方便修缮时能够放置零件与工具。踢脚使用稳固的安全马蹄，搭配不易脱落的防滑脚垫，增强使用过程的安定性。此款梯子重量仅有 4.5 千克，虽然好搬运，但建议收纳时不要仅侧靠于墙面上，最好是放置于家具间隙，以免倾倒造成地板或家人受伤。
如果梯子只能收纳在室外，担心长时间摆放容易生锈，那么不锈钢材质的商品将是不错的选择。此款采用拆合式设计，方便收纳且不占空间，使用或移动都能够感到轻松无负担。此外，高承重并且通过 SGS 安全检测，相较于其他的商品稳定性更高，即使身体壮硕的男性使用也没问题。单面阶梯的设计，如果要在高处进行修缮工作，仅能以站立方式进行，多少会有些不便，购买前可依照居家经常使用梯子的场合进行评估。市面上有些梯子看起来坚固耐用，但实际站在上面却让人提心吊胆，想要选购一款安心的商品，可留意商品是否通过品质认证。这款铝制工作梯使用 1.44 毫米厚挤压铝板，不但每阶踏板皆有细密指滑纹路，还将顶端踏台的面积加宽加大，无论上下阶梯或顶端作业都能够感到稳定与牢靠。除此之外，商品通过德国技术监督协会认证，经过实验室严格的耐虫测试，品质相对有保障。不过梯脚仅以一般塑胶材质包覆，指滑程度有限，需留意使用场所地板是否过于光滑，以防使用时产生滑动。使用梯子进行清洁工作或整理物品时，必须时常上上下下，若是希望阶梯好踩踏且有扶手方便支撑，那么推荐您参考看看这款商品。梯脚和每个踏阶都有指滑设计，增加了使用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，且阶梯较为宽大，上下踩踏更安心。此外，有别于一般铝制梯子的冰冷外观，深咖啡色踏板搭配白色铁管梯身，整体视觉简单又大方，即使室外穿着鞋子踩踏也不容易显脏，相当实用。虽然商品铁台表面有经过涂漆加工，可防止氧化生锈，但还是建议收纳于室内，有效延长使用寿命。这款台湾制造的铝制工作梯属于基本入门款，轻巧实用好收纳，单手就能轻易搬动，女性也可独立操作。适中的尺寸方便居家内外修缮，高处取物时使用。梯脚使用塑胶指滑垫，使用过程稳定，不易晃动，还能避免刮伤室内地板及移动时产生噪音。虽然铝制商品不易生锈，但建议不使用时还是收纳于室内或者是屋外不会淋到雨的位置，避免材质劣化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